下面请您欣赏孙河湾，表演者张一来。谢谢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别推，没事，没事，乖啊，嗯，行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哎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哎哎，男的就别掺和了啊！哎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嗯，好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大型的进货现场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加油，杨姐！哈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刚才是烧饼啊，还有曹鹤阳，嗯，买卖论，对，嗯，这场我们哥俩啊，跟您说一个，你给我闭嘴，刚上来就让人闭嘴，你给我闭嘴啊，再想想啊，我们爷俩，哎，也说一段啊，说一段。其实这个首先说啊，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啊，是。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，就你看啊，这个观众和演员之间的感情，让人特别的感动。哦，这是有感而发了，嗯，特别感动，嗯，尤其是那个观众给演员这些赞美的话，听完之后，真是从心里发自肺腑的这么开心。谁给谁的赞美的话？嗯，你看，有时候我总听这个人观众啊给演员的这些赞美话，人观众说的，听于谦不阴天，啊，听谦大爷。不阴天，不阴天。哦，听于谦不阴天，都是太阳。啊，这是个赞美啊，赞美吧。嗯，听高峰得永生。啊，很安详的就走掉了。嗯，这是喜欢高峰的人，喜欢高老师。嗯嗯嗯。迈着窗户门，听听郭麒麟。啊，我儿子的粉丝都露天睡着。不要爹和娘。听听杨九郎，这你听杨九郎，对家庭不是特别好啊。这都是热心观众啊，这是捧他们的话，尤其是观众对张云雷的赞美。这个还没赞美呢，怎么就叫唤上了？人家人观众说的，怎么说呢？听了张云雷，爱谁谁。这是天津的观众们说的啊，嗯，听了张云雷，做买卖准不赔。这是商界的朋友们说的，啊，嗯，听了张云雷，一辈子不倒霉。你这个观众岁数不是很大啊，你别稀里马虎了，真的，观众可喜欢我了，可喜欢了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要不是拿了钱呢，我不跟你一块儿，是吧？你们这玩意儿忒闹腾了，哎，啊！那有的观众爱玩到什么程度？爱到什么程度？前些日子送了我块匾，送我一块匾，送了一块板啊？块匾，匾写的匾，送我。哦，挂的那个匾，我挂我们家了。哦，呵，红地儿金字儿，一般这都是好词儿。红地儿金字儿写的是全财的货。哎，行了，哎哎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挂哪儿了？挂我们家客厅了。挂完之后谁家都看不见啊！挂完之后家里去串门了是吗？去吧。你要是能摘就摘了吧。不好看呢，哎哎哎哎啊！这么大了，大哥，小心眼儿吧，是不是？这是羡慕嫉妒恨呐！不是我羡慕个货干嘛呀？我这是羡慕观众给我贺号。不是，这没听出来是赞美啊！我能理解啊，观众为什么？你看，头这两个字儿，全才两个字儿，您这那是了不起的话了啊！嗯，这个演员全才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啊！我又琢磨了啊，全才的艺人，这也可以啊，显得比较陈旧。哦，艺人俩字儿显得陈旧了。全才的演员，这不就好多了吗？不是能让人引起就这么大的关注。哦，引不起共鸣呗，不起共鸣。那最后定的就是写了个户。哦哦，
哈，这个货好像很享受啊，全才的货，它不好，天津人老说这，你看这货，那是什么？那您说哪个货？货物的货吗？哎，我这是感叹词那个，感货。哦，那这么说我理解，就是有的时候吓一跳，或者不知怎么着，货。我哎呦，呦，张雷太全才了，哎呦，我能唱歌，哎呦，我能演戏，哎呦，这么多。有点解放天性了啊！啊，全才的货啊，这样啊，那挺棒的。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啊！楼上楼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，而且你一上来之后，掌声尖叫没断，说明大伙儿是进货来的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给大伙儿演点什么，满足一下观众们呢？我都行啊，我什么都会啊，什么都行。你看这会儿，什么都行，哎。我替观众们出个主意 啊，你给他们唱一太平歌词吧。好，什么好？不是，安静，货有话说啊。这个呀，嗯，太平歌词不能唱。怎么呢？它这个东西啊，它容易引起争端。太平歌词有什么争？你看，太平歌词有会唱的。也有不会唱的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会唱的不多，不会唱的一大堆。你说我这哗哗哗唱完了之后啊，后台一抬杠，一掀火，对吧？咱们没有必要因为太平歌词引起行业内部的争论。哦，你看你这个年过完之后，你这个态度我觉得倒是很好啊。是啊，行，那咱们就不唱太平歌词了啊。不唱太平歌词，小曲小调也可以啊。可以，我都行啊。你来个清水河怎么样？嚯！救不了你们了啊！这个怎么又不行了？不行，清水河格调不高。你是不是又听别人说闲话？这块引起好多人心情不美丽。有时候人家回头一急了，上我们家把我给瘪砸了怎么办？那倒是个好事啊！哦，清水河不能唱。哎，京剧呀，京剧好啊。唱京剧呀，那我还不如唱清水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唱京剧危险。你再说京剧，您唱过我吗？我这台上当当当当一唱京剧，哎呦喂，您看我们您唱得好，您心眼小，也不能说我，我爱回到家里躲被窝里闷闷哭，不合适。回头一生气，拿小号再骂我。那我这唱完了，那没事儿。那我唱完您以后，骑着机车后几场京剧拿唱不唱了？那这不至于，那也不必要去了。不至于，我们也不至于那样，也不至于拿小号骂你。你可以让你的粉丝再骂我，他们又不是没骂我，是吧？我倒是不往心里去。没有，就说是唱京剧。京剧不行，京剧不行。评剧啊，孩子，唱评剧通俗易懂啊。评戏也好啊，评戏好啊啊。天津、北京、东北都爱。而且评戏，你看唱什么家庭故事啊、爱情的故事题材，对。但是我说实话，嗯，我对评戏一直有戒备心。唱评戏有什么戒备心呢？评戏女演员多呀。啊，那不很正常。你这唱完之后，万一闹点绯闻什么的，不好。孩子想得周到。哎，也有那个70多岁的评剧女演员，老太太们都好着呢。京剧、评剧都不行。那我再说一个，河北梆子行吗？行。打我手背上了，河北梆子。我专业的。之前我唱过，知道吗？这都什么时候的事情了？这是啊，那什么事都让您知道啊？哎，你们还瞒着我什么？河北梆子您行吗？我他们说我唱什么都是梆子味儿的。那不行，那可来了。哎啊，河北梆子，我有师承的。这你就没提过？怎么河北梆子你还有师承？在河北梆子界，我有艺名，有一号，有艺名。哦，还有个艺名、啊。有艺名，在河北梆子这个行业里，你的艺名是杨继业。这都不挨着，这都
我挨着。你看我说过评书，杨家将、杨继业不？杨继业老令公吗？佘太君、骑狼八虎，不那老令公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杨，你叫就是这个，你这名叫杨继业。对，杨继业，骑狼八虎闯幽州。对啊，最后在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下。这、啊、这都知道，杨家民族英雄。是，我就是那个杨继业。我就是那杨继业。他不明白，唱梆子起个艺名叫杨继业。哎，这我懂了吧？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就是说明啊，就是说我在河北梆子界的这个地位啊，就如同老令公杨继业一样，行得正，走得端。啊，这个解释倒是很美妙啊。哦，那行，那就啊，杨继业，杨继业，人家杨继业还什么杨大郎、杨二郎这一大堆人。哎，对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就是希望以后我的孩子也可以跟随着我，哎，继承这个河北梆子。你比如说，以后我有八个儿子，杨大郎、杨二郎、杨三郎，一直到杨八郎，哎，让他们呢跟随着我一起继承河北梆子事业。那要是再有杨九郎呢？那是孙子。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啊！哦，在梆子里边，你的艺名叫杨继业。杨继业，那赶巧了，唱梆子我有个艺名。您叫？我叫李陵碑。我就碰死在这儿。对，碰见我你就撞死这儿了啊！那今天是个好机会。嗯。啊，今天杨继业碰见李陵碑了啊！那咱们大伙儿一块儿表演一下，唱段河北梆子好不好？谁呀、啊？你跟我唱河北梆子啊？你京剧还没唱明白，你唱河北梆子？这孩子有问题啊！你就算你在梆子界好，哎，你带着我一块儿唱不也是？向我学习。对对对，太好了！我就爱跟要有能耐的在一起。要一会儿哪儿不会，你可得问我。我一定会。我这人不保守，我该教你我肯定教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啊！好嘞，来吧，开始吧。哎，走走去。上哪儿去？啊？唱河北梆子。怎么您这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？要唱的话，不得商量好了，咱唱这一出啊？谁演什么呀？那行，你得说明白了呀。那您挑戏吧，您挑一出戏。我挑戏啊？你是这梆子里边的老演员，你挑。我不能挑戏，我专业的。那河北梆子我会不多呀，我会八万多出了。还没听说有这么些梆子呢啊！我自己能创作呀。哦，能创作。如果真说出一出戏来，您不会怎么办？啊，回屋家里躲被窝里边。你住口！拿住这小号！哎呀，行，那不合适啊。好，合适合适。您挑挑。那要这样的话，我挑戏了啊。嗯，你挑。你看这玩意儿很难得啊，跟杨继业一块儿唱个戏。咱们唱。哎，这个梆子有一出《打金枝》。这个算是一个代表的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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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金枝。这块儿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这个戏，我不能唱。打金枝不能唱，不会。咱硬气吗？不会。会。哎，你这个货还很实在。愣说啊，不会啊。好，那咱换一个。嗯，哎，秦香莲好不好？秦香莲，这个嘴行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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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呢？香莲，台上就咱两个人啊，啊，没有这么多龙套吧？找谁啊？不行啊！哼，小孩们都说他们来啊，就是这时候也 pass 掉了。不行，再换。哎呦，这玩意儿我会的可不多，你要是这么挑剔的话，来，咱们来一个分河湾怎么样？好，打小我开门学的就是这出戏。哦，呵，没想到啊！开蒙先学的，先学的，哎，那甭问，您的艺术肯定好啊，错不了。好，好，好、嗯，那咱们分一下角色吧，不用分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那你拿着票下去找个座吧啊！你做科学的是看戏是吧？啊，不能下去，你下去他们会吃了你的啊！待会儿把你侯叔先扔底下，让他们垫着垫着。哎呦，啊！这个分分角还是需要的，要不然这戏没法唱。那这么着啊，您告诉我来谁吧？因为我在河北梆子界，我在我们之前在我们那团啊，我都是唱旦角，就唱旦角。水秀啊！啊，对，好，好，行，可以，好，恢复的还不错啊。这个，乐什么呀？你
您要是唱旦角的话，那这里边适合您的人物就是柳银环。小柳，小柳也得大声唱。柳，大声爱啊！我来柳银环。对，这个在京剧里叫柳迎春，梆子里叫柳银环。这我能不知道吗？你看才知道啊！那您来谁？我得唱老生啊！啊，我来这个薛仁贵。薛仁贵，对，这俩人什么关系？两口子。我是你的媳妇儿啊，你是我的丈夫。严肃，我还要多严肃？我跟你说，可就这一会儿了。做戏知道吗？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一会儿演完了之后，您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可别跟着我。你想多了，你啊！别跟着我，你住口吧，你住口吧啊！你想多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不唱戏吗？这不是啊？我疯了，我崇拜我，我就唱这个了啊！行，那这就说好了啊！我唱那个老生，老生，你唱那个青衣，青衣，好不好？行，因为咱们在这儿演出，别的也都没有，咱就有什么算什么，把桌子搭一搭，分出前后台来，哦，好吗？哪边前台，哪边后台啊？桌子前边就是前台啊，桌子后边就是后台啊。咱们还需要一把椅子，你知道吗？需要一把椅子，对。我来吧。爷子，你来吧。人家后台叫行头啊，我去拿去，你骑着汽车去，快给我弄点事儿。我上哪给你弄去？这儿没演出，也没说唱戏，这不说相声吗？啊，到现在有什么算什么，就素身唱，素身唱，啊，这身就好，好不好？乐队得叫来吧？哎，乐队也来不及了啊！咱们这样，用嘴学下乐器，拿嘴打架子。您上场，我打架子。哎，你上场，我打架子；我上场，你打架子。好，好不好？那这么着吧。我要什么您都没有，那我捯饬一下。我还得捯饬，真得区分出男女来。你够俊的了，是不是？捯饬完更俊，那是。其实跟你一块儿啊，这个演出倒是简单啊，怎么都行。哎，我都看透你们了。你们是没看过替补啊？这个河北梆子，其实在天津来说还是挺有市场的，名演员也多啊。怎么样？要这样的话，你多余在后台弄头发，这不捯饬一下吗？就好比贴片子、梳大头。哦，好，好，这是跟哪儿学的这么两句专业术语啊？梳大头吗？贴片子吗？行嘞，行嘞，行嘞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唱戏了啊！有没有好开心？好开心，好嘞。你尽量保持稳重一点啊！我说你进我主播，我已经进入角色了。我看出来了，我看出来了。行行，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。咱们上场门在这边啊，这边这边。对对对对。那么难？归到后台去啊！来啊，你先来。谁敢叫板？你敢叫板？谁给你叫板啊？叫板
方吗？说什么呀？你要上场了？我说叫板啊。这个货不会吧？不会，我能跟您唱戏吗？我不会，我能跟您唱戏吗？哎，这句他问住我了啊。对呀。这个为什么那么高？替你们舞台提出一些意见啊。叫板，叫板，就是演员出场之前，在这台帘后头，您得跟乐队、跟演员都得有一个交代呀。我说什么呀？姓氏？不是你，你问你怎么问我呢？对呀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丁山儿呢，不是？你是不是看过别的说相声来着啊？不是，你得说明白了啊啊！还有功夫去做个体检去吧啊！这个一般就说了，说叫板，实际上在梆子里呢，这叫搭调。嗯啊，有一句词儿“丁山儿该来了”，这句之后你才能从台帘里边出来去。没说这能怨我吗？没说明白啊，从这儿唱到了你。来，打哪儿唱？打哪儿？打台上啊？打花果山唱。先唱出来了，一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我们五招两个调门吧，对吧？你也不能这样啊！我是观众，听我唱，一会儿哎，你唱，我唱，我唱。
我这不是做戏吗？唱戏吗？唱戏，你当时唱啊？对对对，我还有唱呢，是不是？多新鲜呀！你怎么还有唱呢？来吧，我要了命了啊！咱对对词儿了。哎哎呀，这会儿想起来对词儿了。我是专业的啊，业余的啊。一会儿我唱完词儿跟您不一样怎么办？观众看笑话了。现在这个专业的也是没羞没臊，你看啊。行，那就对着呗，对吧？你说了得唱啊，唱啊！有咱这词儿一样吗？你们头句是什么呀？这会儿你上哪儿唱也是这点玩意儿，这大俗戏呀！啊，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，跟我的一样，那错不了。我的儿分河湾前去大便，不是？哎，打雁，打雁，哎，打雁。对，天到了这般时，不见回还。三一句呢？哎，蒋申儿坐之在窑门以外，幸亏对的不是？怎么样？您这是四一句。三一句，四一句，三一句是三句吗？没错。四句什么呀？哎，一句不会啊！啊，会我唱了吧？好家伙，一句不会就敢扬鸡啊！行嘞，就还差一句，我也告诉你们啊，等我儿他回来好把饭餐，餐就是吃啊，吃餐一样，吃餐一样，对了，错不了，这回行了。丁山二楼该来。拿去打烟，抽烟你回去。到了这般时不见，哎呀，回还江山儿，我坐之在咬了门一里，喂，里喂，外边黄牛，哎，哎呀，喊一句。以外就以外，那他不抬杠。我的儿一个俩仨，哪有那么些？就一个啊？那怎么样？就一个，就一个。他回来，好把饭吃。餐，你不跟我吃餐一样吗？啊，你住口吧你啊！是你要是西餐，要参加外国人说中国话大赛前三名，好吗？帅他的安下了马。
是孙悟空变的。好，进来见礼呀。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。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啊！好听。